拿生命挑战极限，最强冒险王来了。不想要让观众朋友认为说到动物园呢，好像就是喂喂奶啊，我们当然要挑战极限。哇，那是龟熊，口水还在滴哦。天哪，好可怕！我跳全世界最高的高空弹跳，笑爆！很像青蛙遇到眼镜蛇，就一片空白。你怎么知道青蛙遇到眼镜蛇？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